欧元会，现在我们继续开会。现有台湾民众党党团提出权益问题，要求院会于会议开始前确认通传会翁伯忠代理主委之备询资格，使得进行施政报告。报告院会，有关翁伯忠代理主委备询资格确有审酌空间。不过，本次会议台湾民众党党团已经提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之修正案及一般提案，尚待院会处理。因此，本权益问题虽有审酌空间，但因尚开考量，所以就暂不处理，列入公报记录。